级汽车。空洞历险记。贝勒虎说的矿洞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哦，找到了。嘿，库宝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我要去洞里挖宝石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工作。哦，听起来很有趣，不过要注意安全。放心，雷克警长，我可是专业的。一会儿见。再见。嗯，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得过去看看。等等，嘿嘿，今天的收获真不少。咦，什么声音？嘿嘿，这么漂亮的宝石当然要归我麦特博士。啊，那是我挖的宝石，快还给我。站住，把宝石放下。不好，这里要塌了。好像被困在里面了，快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矿洞，麦特博士，他们一定遇到了麻烦。开心湖，增强信号强度。好的。总之我们被困住了，宝石也被钻的车抢走了，必须马上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钻在车，快追！这里有两条路，走这边。雷达雷达，寻找目标，滴呜滴滴呜。铲子铲子，清除障碍，哐哐哐哐哐。加速度，轰隆隆，向前追，冲冲冲，快进攻，哐哐哐，宝石找到了。嘿嘿，挖宝石果然是最有趣的工作。抓坏蛋也是最有趣的工作。海盗通缉令。嘿嘿，把东西放下，
我是警车雷克，现在要以盗窃的罪名逮捕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克警长，想抓我，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好，站住！前面就是大海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正合我意。哈哈，雷克警长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嘿，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汽车偷走了金奖杯，他现在逃到了海里，我追不上他。你说的汽车，难道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，可恶的海盗车，他竟然能在海面上行驶。别担心，我们也有适合海上作战的秘密武器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快让我升级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全速前进，抓海盗，加速，哟吼，加速，哟吼，加速加速加速， Go Go Go， 加速度冲冲冲，我们去抓海盗，引擎声轰隆隆，吹响战斗号角，海风吹摇啊摇，小心不要摔倒，海浪拍哗啦啦，坚持不退后，拉响警报去战斗，雷达雷达滴滴呜，目标目标找呀找呀，向前向前追呀追呀，加速前进去战斗，引擎引擎轰隆，进攻进攻冲呀冲呀，左边右边转呀转呀，就凭你们也想抓我？帽子尖钩子，我是可怕海盗，很强壮有得快，不怕光分海啸，躲金币抢珠宝，永远不会满足，跑呀跑逃啊逃，全被我甩掉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目标目标瞄准了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咻咻咻咻，躲呀躲呀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浪花浪花哗啦啦，进攻进攻，看不见了，进攻进攻，动不了了，哟吼，饶了我吧。那你快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帽子里的金奖杯。被发现了，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。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竟然记得我的生日。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，哼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。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，继续攻击。哈哈哈，贝勒
户，公交车巴斯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小火车到底在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啊，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哦，找到了，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。哇呜哇呜会灭火，没错，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。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安琪，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嗯，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请你快想一下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请你快想一下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我是巴士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出租车，所有道路都记得。我是小美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当然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